一会儿见到丑娘娘，您可要柔和一点。女人嘛，都是喜欢温柔的男人。更温柔一点。嗯、怎么做？啊，这个，首先呢，丞相，您的脸色要稍微缓和一点，试着笑一点。像奴才这样，奴才这样啊。咦、对，青离喜欢故乡。嗯，哇，对，微笑的角度再稍微大一点啊，稍微大一点，哎，对，哎呀，也行，除了这个微笑呢，您的语气最好也稍微改一下。姑说话一直都这样，怎么改？要不然，哎，要不然这么着。奴才斗胆请君上演丑娘娘，奴才演您。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。我君上恕罪。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啊，您答应了。来，开始吧。奴才失血了，来啊来啊。奴才来了。那个，咚咚咚，敬礼，参见君上。爱妃，奴才，啊呸，姑，想请你游湖啊，啊，我今天有些乏累，想先睡一觉。哦，姑最近也有点乏累呀。爱妃，要不要啊？咱们啊一起睡一觉啊？君上饶命，奴才什么都没看到。滚！好，奴才这就滚，奴才这就滚。